我当摸金校尉的那些年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在故事下方礼物赞赏一下。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叫好，脑袋上方再次传来一阵让人牙酸的惨叫声。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好像猴子一样从树上落下，朝着我扑过来。我顿时毛骨悚然，这土地婆怎么看都是一个大活人，这会儿面对面撞见我，哆哆嗦嗦的居然没敢扣下扳机。叮当，他娘的发什么呆呢？庞德一把把我推开，对准老太太连开好几枪。让我心惊肉跳的是，这几枪都没打中那个老太太。这土地婆在地上翻滚了一下，就躲到了灌木丛里去了，留下一大滩血迹。我清楚地看到，在胖子举起手枪的时候，土地婆的身体好像魔鬼一样做出不可思议的扭曲，否则这几枪绝对能把他脑袋打一个窟窿。胖子一边换弹夹，一边对旁边人提醒说，老娘的瞄准点再打，这些东西会懂子弹，这么打下去子弹要打光了。数十只穿着红色丧服的土地婆在我们附近草丛里是窜来窜去，他们犹如野兽一般，后腿蹲在地上朝我们嘶吼着。还没等我们开枪，在另外一边又是七八只土地婆从黑暗中露出脸来，而后头顶到处也是传出沙沙沙的急促声音。胖子恍然大悟，糟糕，这土地婆一直跟在我们后面，就是要等我们休息了再来一个一锅端呢。我现在脸色也是难看到了极致，我们之前上山的时候已经是很小心了，但是一点也没有发现。这些土地婆实在是太狡猾了，我们此刻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他们的包围圈中。我浑身打了个激灵，在我上方的茂密树杈里发出一个沉闷的声音，那声音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居然喊的是我爷爷的名字。李卫国，这就好像在街上遇到一个神经病，这个神经病认识你一样。我突然有种恐怖的感觉，这些穿着红色衣服的怪物快把我给折腾疯了。大家快把黑狗血抹在脸上，这玩意儿对他们有效果。张三炮大声叫着，他在自己额头上擦了一些黑狗血，然后作势朝那些土地婆扑过去，却见土地婆惊慌地往后退出几步。见到有效果，我和胖子也赶紧有样学样在自己额头上擦了一下黑狗血，顿时腥臭的味道弥漫着四下里到处都是。我转过头一看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凯撒琳这会儿还在听歌，还时不时地哼几句。我把血淋淋的手在他脸上抹了一下。凯撒琳尖声叫道，臭大叔，坏大叔，你把这东西抹我脸上干嘛？好恶心啊。马如龙神色不安地说，别吵了，这些玩意儿好像越来越多了。周围的脚步声是越来越密集，而在我们头顶，叶子震动的声音好像是下雨一般响个不停。而且最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的是，周围不时有人在说话，几乎要让我们精神崩溃了。这些土地婆是原地爬来爬去，时不时冲着我们嘶吼几下，显得很是狂躁。张三炮脸色铁青，现在土地婆的数量已经多得让人头皮发麻，入目所及起码有20只，还有不少藏在我们头顶的树杈里。这些东西在我们旁边围着转圈，时不时站起来跟我们说话。黑狗血味道快散下来了，这些东西要攻击我们了。甚至还有几只土地婆在那里好像跳舞一般身体扭动着，冲我们发出狰狞的笑容。我们好像置身于一座精神病院，给一群精神病人包围住了一般。他们说的话含糊不清，只能听清楚其中的几个音调。而在我头顶处的大树上，一直传出李卫国的名字。骤然之间，一
一道红色的影子猛然朝我们扑了过来，不过刚刚有所动作就被王元朝的狙击步枪给打爆了。王元朝用的是苏联时期的 SVD 狙击步枪，这把枪因为打得准，杀伤力大，所以在对越反击战后期广泛用于解放军侦察兵，因此王元朝非常熟练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这把枪打中人的胸口，基本上这个人就是放弃治疗了，因为碗口那么大的洞，血都止不住。树梢上又有三只土地婆荡了下来，我被一只土地婆的脚踢到，顿时感觉半边肩膀都麻了。还没来得及去揉肩膀呢，一股腥臭的味道凑到我的脖子边上，一张阴森森的老太太脸张开嘴要对我脖子咬下去。胖子直接蛮横冲撞，把那土地婆撞飞出去，胖子也不给土地婆翻身机会，一屁股坐下去之后摸起旁边石头对他脑袋猛然砸了下来，脑浆都砸出来了。我看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压抑了一会儿之后实在是忍不住在旁边干呕起来。如果这是一头野兽什么的，估计我也不会有什么反应，但是这很明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所以胖子的举动对我的冲击力是很大的。王元朝又是一枪干掉一只土地婆，这会儿王元朝的狙击步枪已经连杀三只土地婆了。向导老汉跑过来死死掰着王元朝的手不让他开枪，莫杀土地婆呀，杀了会遭报应的。在上方又有两只土地婆掉了下来朝王元朝扑去，王元朝身体被向导老汉抱住几乎是动不了了。眼看王元朝凶多吉少，我举起沙漠之枪乱开几枪把土地婆给吓跑了，但手枪后坐力把我震的是七魂八素。我把王元朝拉起来，他摸出手枪对土地婆连开四五枪，总算是打中其中一只土地婆的腿，另外一只又乱蹦乱跳的窜进草丛里面去了。马如龙的两个手下满头大汗压着子弹，这鬼东西速度太快，再这样下去我们的防线根本就撑不住啊。这会儿见到密密麻麻的土地婆跟野兽一样冲上来，恐惧的大声叫着。胖子被鬼哭狼嚎的声音是吼得火大，就大声骂道，你他娘的声音再大点，看一下能不能把这帮畜生给吓跑。周围的枪声响成一片，但是地上土地婆的尸体却不见多，而且不少土地婆从四面八方而来，在我们头顶的大树上像猴子一样是荡来荡去。